中之靈魂，星紅日光，合氣沖天，膽似鐵膽，骨似精幹，胸襟百千丈，眼光萬里長，大哥冇事啊！邊個踢我？邊個踢我？黃師傅，你哋開武館嘅時候偷偷地搞埋啲地方鄉堂，喺民間割據地盤，藐視法紀，護職思源，而家仇家揾上門。督大人，開武館唔等於搞鄉堂。如果衙門認為習武練身係犯法嘅話，我哋祖先留落嚟嘅国术从此就会失传，到时悍匪嚟打我哋，我哋用咩嚟反抗？